耶稣说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安息。他使瞎子得医治，瘸腿能行走，背重担的人得释放，忧伤的人得安慰。然而世人还是唾弃他，钉他十字架。全能的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，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I just looked around and found